奥斯卡，奥斯卡喺左翼落紧嚟啦，呢个直线靓啊！咦，解除危机啦，马达。真系够晒力量啊！唔会咁易俾人抢走个波嘅。直接长传，卢格拉斯哥斯达，文尼整脚直线，踢得好，米兰达向前传出。哥斯达为脚直线，有机会向右翼传出，这个传球看来起跳啦，好波啊！这个头槌靓到爆啊！这个波咧佢顶得系好硬嘅，所以咧能够控制到入波嗰个方向啊，龙门完全冇得救。领先一比零，你睇下啲球迷对呢球波嘅反应。哦，我听到啦，佢哋话想要多球啊！呢球谂住点啊？喂，沙迪奥文尼嗱，第二次啦，方向啱啊！哇，禁区里边咁多自己有都唔俾喎，难怪入唔到啦。个笼只头送个大礼俾对手啊！艾维斯，艾维斯，睇下喺右边可以搞到啲咩出嚟啦！呢个拦截真系靓啊，成功解围，艾维斯，艾维斯传中，杜格拉斯哥斯达，哥斯达传去侧翼。找不找到机会起脚呢？个波而家喺奥斯卡度，呢个波都有得拗下嘅，不过球证就判龙门球啊！哥斯达，马塞路，啊个波啊带得唔错喎，跟住落嚟又点咧？马塞路浪高呢个波，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快速进攻啊，分去右翼度，向住侧翼，迪马利亚。他们的防守真的没得谈啊，卡斯米路，奥斯卡向边线传，他都跑了很远下了，马达个波真的要比好一点，带到个波上去啦，有冇机会咧？得射佢啦，射歪咗。其实而家有几多少球员啊，可以有咁嘅能力喺中路咁样突入，起埋脚啊，抵赞啊！奥斯卡，试下压埋去啦，马塞路。坚烈志好快咁向前传，
上半场结束，头四十五分钟啊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噶。哇！上半场踢得又好，又领先，我谂 fans 都应该收货噶啦。巴西捏住一球，喺更衣室里面嘅气氛应该唔错啩。好，比赛重新开始啦。喺领先1-0嘅情况之下，佢哋你有冇入啊？入咗网啊！都预咗呢队波系唔会咁易认输噶啦，啊果然冇错啊！喺嗰个位置真系点射都唔会失噶啦，简单过头啊！啊，点解会射得咁靓咧？咪就系之前嗰段走位走得好咯。呢场波嘅形势真系不停咁变紧啊！两队都唔想输，所以咧都踢尽全力。喂，餐屎啊！守门员救得靓啊！呢个龙门抵加人工俾佢啦。观众都好中意睇到啲球员够勤力噶，你睇下前锋由前场跑翻去自己后半场嗰度埋门嗰下啦，杜格拉斯哥斯达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传埋去中路，文尼个走位都走得好靓下，差些少咧就埋到门噶啦。马斯路、奥斯卡有空位啦，错下传得入球出现，哎，攞到领先嘅一球，呢一个距离点会射失啊？你睇下佢系成个猎人咁款嘅，攞波又快，起脚又快，巴西入球领先，机会嚟啦！啱啦，呢个情况应该要咁做嘅。而家都冇得担心咁多噶啦，一定要揾方法去突破噶啦。冇其他选择啊，一定系咁。过到啦，过到啦，掂唔掂咧？哇，救得好啊！卡斯米路、杜格拉斯哥斯达、艾维斯，试下接应啦，好机会啊，得手啦，比数啊进一步拉开啦，咁多空位，咁多时间，真系点射都入啦。嗱，呢个比波咧睇落就易啦，但其实要好有足球智慧先至入到嘅，一啲都唔简单。巴西领先两球，睇嚟赢面都几大噃。想要的第二球，哇，嚟就嚟啦！睇嚟呢场波佢哋都赢紧啦。域道奴接得好啊，解除个危机先，向右翼传出，迪马利亚个波甩咗出嚟，斯华卡斯米路马歇路轻轻撩高个波，侧翼走位，奥斯卡已经在对方的心脏地带了，起到脚了，这球入了，今场球不用踢了。哇，如果呢球波入咗啦，胜负都应该已经可以决定噶啦。咁样嘅传波唔得噶。马歇路系界外球啦。卡斯米路、米兰达、
高空传球，奥斯卡。马塞路，奥斯卡传翻转头啊，再揾机会啦！哇，后卫都上埋嚟助攻啊！啊，后防踢得好好、啊、完全唔俾佢咧转身起脚射门啊！艾维斯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艾维斯喂脚直线，挡得好。域道奴向前传，睇你呢下啦，应该就差唔多完场咯。啊，系啦，冇错啦，巴西凭住整体合作咧赢波，无论球迷定老细都应该收货啦。Kimman， 头先场波咧，你点睇啊？虽然话系强队对弱队啫，不过对手就系对手，好在咧佢对住实力比较差嘅对手咧，都发挥咗应有嘅表现。喂 ，Kimman， 系时候咧同啲观众讲拜拜啦，多谢晒你嘅分析啊，各位晚安。